林芝顶扬，绿叶顺飞，曲径夹稻香，犹如平湖如镜，欢迎天穹清明。一枝分川共天色，一片青竹共四田。初一日出，便应该被怪物在因定时日历，是吗？你勤劳，不忘作行。一日通知根据地，先恢复。游魂修行，清水仙缘，几里青烟交山，一片圣罗弥漫，避风雪顶，风雨微雪。主人，又回来了，究竟啊，别来无恙，我真好，努力挂心，好，就你一人回来，我听见三声脚步声，那是暗处跟随的两人。啊，你也是真熬惹麻烦，为何呢？你急了休假休息，追究者，哈，因看未出你是一个和尚吗？我想比较像是休假，我也一直想知晓为何，但询问无果，又请未走。便将因跟随，原想看看因之意图，为了因什么也不做，便自行离开了。可知因之身份，受罪念处空之人，罪念我这次回来，便是想以后有恁相拥此事。你可以睡了，我听你。你请另外几位好友前来一同相拥吗？那你家公见父了，因要主动献身，你就不用等了。那好友不想将我进入，面对一旦，呢？谁让你独自出外逍遥数年，渺无音信？你可知阮之束缚担心？阮再有功夫等你回来，必让你在此徛上整天，好好思考。请我将好友操烦了，君生笑了，慢一点抱歉，第一笔后敲金包。多谢。然后呢？然后出去真久，无带你不回来，讲会过吗？我可是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地名。关键是文吉乡兄弟甘美文吉会强进入重新其实天气美露，你应接声好吗？好，普强为了好友兄弟，但事情紧迫，我现在这么心以好友担求啊，出去一转，你就会感动比小我真了，那股罪量真让你如此操烦。是的，口水便是受饥害之猛火，怎样一回事？